119，我的弟弟受伤了。小朋友，有人受伤，及时打120。120，我弟弟受伤了。哎，120，我家里进小偷了。小朋友，家里有坏人，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。110，我家进小偷了。喂，110，我家着火了。小朋友遇到火情要及时拨打119。喂，119，我家着火了。